因为那个有个地址的嘛，你是那你在那你在那当区是一个投票人，我就代表你有个地址。那是事后的功夫啫。不是，是一个把关你。你就要把关，就是你 confirm， 你拿你领张票的时候你就 confirm， 我而家是以这个地址做主要地址。如果不是的话呢，咁你就唔可以去投票。嗱，咁有个好处就咁，哦，咁咪变咗有一啲本来我搬咗屋唔记得改地址，就冇得投票咯。系，个答案就系呢个就系鼓励你。如果你想保持翻你自己喺当区或者你嘅投票权嘅咧，你就要主动地更改你嘅地址。咁，我觉得咧呢个把关咧系最少。即系烦嘢系啦，但亦都咧系可以解决咗呢个中票嘅问题嘅一个最好嘅方法嚟嘅。而好多其实，譬如嗰啲公公婆婆啊、师奶啊嗰啲咧，你净系你攞呢张纸嚟拍佢一下，咁佢就缩噶啦嘛。系，当然系啦，系啊，系。就惊嗰啲怕事嗰啲，连冇作弊嗰啲都唔敢签啊。唔系，但系唔系佢攞住嗰张纸嗰阵时，佢系好觉得咦，心里有愧喎，咦，我系唔系咧咁样？咁其实好多时候都可能系嘅。系啊，如果你就冇得投咯。如果你明知你自己都住紧又报紧呢个咁，有咩？我觉得都唔会，系因为你破坏咗大家好多市民嘅良好意愿，即系我老豆嗰啲，佢真系揸架车，即系来回个 trip 要九个字，咁佢先有得投嗰张票。你去到跟住话俾佢听，哦，因为佢未转新地址，所以唔投得。我觉得呢个亦都影响咗诶，即系佢投冇。咁你有个宣传嘅时间啫嘛，但系冇就改咯投票意愿。但系问题就系，咁样就系要鼓励，或者所谓一个即系被动嘅鼓励，就系你为如果你要保持你自己嘅投票权嘅话咧，请你不停 update 你自己嘅地址。不过个如果真系个电脑系统，你可以快到投票之前一个礼拜都仲即系可以诚实宣布嘅，即系或者一个月啦。嗱，呢个就系另外一样嘢咧，即系嗰个registrar个问题，点解香港咧系要即系三个月前就已经要 cut 噶啦？因为譬如好似喺英国嘅大选，一个礼拜前都仲可以改嘅。咁，所以呢啲都系即系要可以即系可以改善嘅地方啦。点解要咁耐三四个月之前已经要 cut 咧？咁啊嗱，应该呢个课题咧就不分左中右红蓝绿咧，都一齐要打击嘅。因为咧，即系嗰日我睇到文汇报嗰个头版头条咧，就真系非常之兴奋啦！我哋嗰朝睇到。是啊，反对派黑心农场临时宿舍中13票，我觉得反对派黑心农场这个词语是用得非常之正的。是啊，很有趣的。连苹果都没有用这个黑心农场这一招。是啊。那话说就是班民建联啊、工联会他们都即是输，尤其是输了那班啦，都出来即系反中票啦，其中嘅林文辉系输咗噶嘛，林文辉都系惨嘅，让咗个位俾阿姐，不过应该可以委任入翻去嘅。咁就发现咧，区内有一个青少年嘅临时宿位，叫做明爱嘅培德中心咧，竟然有13个选民登记。咁佢话佢自己话咧，佢系选前咧。已经去咗选举事务处嗰度投民政事务处嗰度投诉噶咯，但一直未有回复，咁都系未有回复噶啦。唔通佢即刻有人派你，即系你选前攞咗个光碟之后嗰个零月里边咧，有人派去嗰度 check 咩？实冇啦咁样。不过其实宿舍系咪一定唔得咧？嗱，譬如好似理大宿舍咁样，咁理大宿舍又得噶。但系嗰个系呢个。咁譬如嗱，佢如果、那个尤其是呢啲青少年宿位，咁佢17岁嗰阵时入住，18岁已经学啊，即系投得票啦，咁佢嗱嗱声去登记，咁佢登咗自己个而家住紧嗰笪地方咯。而明爱嗰方面咧，亦都解释唔到，答唔到。我知道某啲宿舍系可以我嚟做投系啦，投俾啲临时宿舍，可能佢住好短。好短嘅时间吓，咁建制派头先啊，呢个梁美芬姐姐啊，冇噶，佢其实冇 point 噶，佢只不过话而家混乱啦，政府有需要把关，特别喺嗰个 cut 咗截止之后嗰两三个月里面，咁佢应该咧去 review 晒所有地址，睇下有冇可疑咁样，咁然后再去彻查咁样咯，咁啊，然后佢又再指出啦，头先我哋其实 cover 晒所有问题噶啦，但系佢就即系譬如好似喺常居住于大陸嘅人咁樣，咁點咧？咁樣咁佢就只可以話唔可以因為咁咧，又令到佢哋麻煩啊！一刀切之後咧，又會令到有啲人會引起新一輪嘅風波啊！咁就講完噶啦。所以其實佢一貫嗰個做法啦，就冇乜特別嘅 point 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喺成個建制派呢件事上咧，即係我自己就成日都話好欣賞佢哋曉得拆陷捉賊呢個。放呢一招咁咪比較高明嘅，我覺得即係令到自己唔係話長期處於即係喺呢個議題上處於挨打狀態，又話唔係喎嗱，我覺得你哋個個都有咩，然後做搶佔道德高地，即係逢選舉都應該咧係搞清楚呢啲咁嘅問題嘅咁樣咁咯，咁就呢啲我覺得我哋要學嘅，即係學認識唔係學用。賊喊捉賊，如果高招啲，我覺得咧就快要快過人哋添。係咯，係啊，too late。而家好似真係過咗。
同埋俾我的感觉都系中票都输，真系大镬。咁你中票，你系而家个阶段你系证唔到，就算证到中票，冇污点证人咧，你都系证唔到系边个。其实好难嘅，所以就算俾你即系梁平嘅二 D 啦，但系你第二 D 其实你系好难讲。梁平都唔一定同黄达东有路噶，即系。系啊，你好难证实嘅，即系二 D 相对上啫。咁有啲人可能全部都话我咁即系全部中票嗰啲有。即系乱报地址嗰啲，哦咁啱都拣中梁平嗰个地址咁样，你吹啊？嗯，即系而家呢个中票系越揭越多，但系最后系不了了之啊？定系继续即系有啲司法复核咧？我哋嗰朝访问咗林建文，林建文啊，系啊，即系会唔会去打呢个司法复核呢？如果俾咗系你，你会唔会打呢个司法复核咧？我真系。我都唔識答呢個問題，因為曾經有人咧係因為又係個選票太接近去打司法覆核咧，最後一破產都唔掂嘅。係噶，係噶。同埋你真係為一個公義嘅，即係搞完咧嗰個任期咧，可能剩翻年齡啊。係啊，咁都只不過係補選嘅啫喎，其實係重選嘅啫喎。係啊，係啊。咁有啲情況可能即係。正咗對方的錯可能會是咁，你咁多民主派的律師，咁咪免費服務咯，為咗公義係咪？我覺得嗰度咪可以慳翻啲錢咯，應該可以咁樣噶，其實係咪？但係而家都仲，但好似話又好似係兩個月係咪？選舉之後兩個月要提出呢、這個呢、這個司法，好有個我唔肯定係咪兩個月，但係係有個期限嘅，係啦，就不能太耐嘅。如果唔係我十年之後先提出，咁都冇意思啦。即係係關於個選舉結果要申請選舉無效咧，好似係有個期限嘅，其实佢而家系要等嗰个裁判嘅结果，嗰班友系咪中票，佢先可以提出选举呈请嘛？佢先有理据嘛？即系而家只系怀疑有中票啫嘛，你都未 confirm 有冇？咁唔系，但系如果怀疑嘅话，如果因为即系嗰个案件嘅问题、时间嘅问题而令到我会过咗嗰个申请期限嘅话咧，咁我可以申请咗先嘅，即系合理。我同意啊，即系但系我觉得佢哋而家睇定一步就系睇下嗰啲友系系咪被裁定中票成立咯。我都系买大部分不了了之。即系你好难再进一步去推，除非佢即系你只可以就系叫嗰啲，譬如政府部门啊，各样点样喺嗰个制度上去未来点样去堵截嘅啫。我哋都系睇住呢个两票呢个嘅，其实去到譬如德哥嗰啲七八十票咧，你都好难，已经好难好难去即系要话推翻个选举结果。A 区系杨生咯，选举无效，但系嗰度都几十票嘅，你点解证明到有100票系中出？系啊系啊系啊，咁啊要。看下個結果啦，咁啊剩翻一分鐘，我哋提醒翻聽日兩點半鐘喺匯豐銀行中環嘅總行咧，人民力量會有一個反對小圈子選舉，因為聽日就係特首選委會嘅選舉啦，咁我哋會有一個即係示威嘅，就喺好短嘅距離啊，應該喺匯豐銀行行到去中環中心，冇錯，中環中心嗰度一個大嘅票站嚟嘅，係啊，投票站嚟，咁大家到時如果即係都有時間，希望都會出席呢個遊行示威啦。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拜拜。香港人網咁講字好聽。因为那个有个地址的嘛，就已经流了。有，根本上鬼的多一点咯。已经车紧去酒店了，都仲赶唔切，嗱嗱声在后面嚟紧。咁你听到声啊嘛，接接接一声，我基本上就踩快少少，就打紧架车走嘅算。我以为你会用个脚仔喺度戳，方便啊。咁呢个就必定会戳啲嘅，因为开得快。即场起义，逢星期四晚九点至十点，香港人网敢讲字好听。中国富强金融集团股份编号290，专注服务中小型资本市场，提供证券买卖、资产管理、财富管理及品牌推广，助你把握先机。逢星期二晚。12:30至1:30 Dicky 的确音乐，音乐点滴心灵。想练成六嚿坚挺的腹肌，定是性感平坦的小蛮腰？
以后唔使再瞓喺地下。美国燕麦嘅 T-Core 健腹器，帮你打造六嚿腹肌，每日只需六分钟，收紧腹部好轻松。T-Core 提供三段阻力，加上三组不同嘅动作，锻炼整个核心肌群。舒适嘅坐姿，简单嘅动作，全方位打造迷人曲线，仲可以收埋拜拜肉添。即上 fitbox.com 或亲临 fitbox 元气馆慢慢试啦。香港人网咁讲至好听。Justin, Joey， 大家好 ，keep 住呢个 mood 先。哎呀，欢迎大家收睇《唔潮唔吹》，我系今集嘅主持佩桃。嗨，唔知道大家最近点咧？好似好耐冇见咁。好啦，我哋今日啦，有请我哋今日不请自来嘅嘉宾阿田，佢唔入嚟，点算啊？哎，快啲入嚟啊！真系妹真系要大家讲得，大家好啊，我系阿田啊。喂，电话响，识电话。我边度电话？边度电话？系，请讲，系继续，系。Hello， 大家好，我系 Justin， 系。系啊，系欢迎，多谢你上嚟啊，今日。我行咗好耐噶啦，我上呢个节目。头先喺街边执佢。日日听啊，次次 download 噶。日日听啊。日日听。即系每一日听。我谂住背噶，系咪先？尤其是嗰个咩张健升啊嘛，做得唔错噶佢，嗰个配同啊嘛。背我只歌嚟听啊。Be my roster， 背到啦系嘛？劲啊！背晒啦系嘛？多谢，跳埋只舞嚟睇下。哇，嗰只舞好劲啊！嗰个嚟嘅，我有咁样咩？我个背脊会抽嘅嗰个。系啊，点啊？今日邀请我上嚟做乜嘢？有啲，其实我冇邀请你，你自己请，都话你不请自来啦。你靓啲下台阶我谂咩咧？好啦好啦好啦，其实我今日请你上嚟咧，系因为搵唔到嘉宾咯。你错啦！咩啊？点啊？我坐喺边啦？你话俾我听，我坐喺边？我兜唔到啊，大佬！你话搵唔到嘉宾？唔系，其实咧，因为你当我死啊？哎，对唔住。吓？哎呀，对唔住。好歹我都成一个人啦，系嘛？啊，记得你继续啊，做。咁我得翻个头先。继续。如果唔系，我就要一个人介绍自己啦。喂，快啲入翻嚟先。系啊 ，hello。系啊 ，OK。其实咧，咁多集咧都系我哋访问人哋啦。咁不如今集咧就俾大家了解翻我哋多多少少嘢先啦，系咪先 ？OK。系啊，咁大家不如了解阿田先咧。咦，阿田系系啊，其实你点入行嘅咧？哇，系呢、這个、我都系跟朋友介绍去 casting， 跟住然之后咧就拣咗我咯。即系跟朋友去，朋友就。系啊，有冇中朋友有？你知噶啦，嗰阵时啱啱读完书出嚟，又乜都唔识，系咪先？书出嚟啊？系啊。哦，好耐年前啦，系嘛？都几年前度啦。啊唔玩嗱，我点样入行咧？其实好简单噶嘛。我点咧？我之前有你知我不嬲都系多女性朋友噶啦，你知嘅。我知道多女。系啦，多女啦，唉，是但啦，乜都好啦。嗱咁啊，因为咧小弟咧，其中一个女性朋友咧就系、是、model 嚟嘅，之前。model。系啦，咁啊，跟住咧系啦，就系、是。model。所以我就飞咗佢咯。咁啊 ，OK。佢梗系冇咩啊 ？gap 啦。我冇去学我喺度画，佢梗系唔识学我喺度扫呢条视线啦。但你今日，你今日着到咁密实，点睇啊？系咪先？今日收埋少少，费事系我惊抢走隔篱啲客。试下你功力先 ，OK？ 好啦，咁啊，跟住我个 X 就介绍咗我去casting 啊，咁啊，第一次 casting， 第一次中咗就做主角。哇！你咁强啊，第一次就中。系啊，好犀利啊！政府片嚟嘅，系啦。我卡十次冇次中。就系同嗰个咩啊，花妈周杰伦啊嘛，啊陈日峰啊嘛，系啦，关万娇。系啦，咁啊，跟住嗱，唔好起我底啦。嗰条片同依家个样系完全唔同嘅。咁啊，然之后咧，点样咧？之后就你等我一阵啊。做咩？要听电话啊？做紧节目嚟听电话？唔系 ，sorry， 我 high 到个掣 ，high 到个真系。我大家听到啲歌声传出嚟嘛。咁啊，跟住之后点咧？之后就剪转间噶嘛，拍完嗰个广告之后咧，就飞咗过去澳洲嘅。嗯。过澳洲做乜嘢呢？过澳洲就系、是其实过去年零两年到啦，咁啊半工读咁样，跟住又做下农夫啊 ，kick clap 嗰啲啦。农夫唔系唱歌，即系 rap， 真系唔系 rap。Farmer， 佢哋都系叫 farmer。唔系，但系我嗰个系 exactly 唔系 F A M A 个 farmer， 系 F A R M E R。咁系咪觉得系嘛？系嘛？系咪坚咗好多？啊，有一个礼物，劲咗啦！大家跟住读一次 farmer。OK。farmer。系啦，错嘅呢个两个字嚟噶，正确读音farmer，
呢个北京腔喎 ，farmer 系啊，呢排咩嘛系啊，上得多嘛，有啲私人嘢啦 ，OK， 系啦，咁啊跟住翻到嚟澳洲，唔系翻到嚟澳洲，翻到嚟喺澳洲翻到嚟香港之后咧，咁啊，唔系其实澳洲嗰段时间点咧，咁啊我心不死嘅。咁你知啦，冇嘢做嘅嗰边喺度，即系有食，有瞓，跟住又所以就肥咗多啦。梗啦，成我之前好瘦嘅，即系之前喺香港拍电影嗰个系超级瘦嘅，系成白粉仔咁样嘅。咁然之后咧，依家都有少少似白粉仔啊。依家好啲，依家起码似翻个人啦，系咪先？粉嚟嘅，唔好意思，原来唔系嗰啲白粉。嗱咁跟住喺澳洲嗰阵时啦嘛，又做埋啲 delivery 啊，跟住又做 worker， 即系嗰啲工人啦吓。咁啊之后啊，有一日我记得喺我拍师嘅女朋友系开咗出嚟咧，有个 ex 啦。咁啊跟住我喺 auntie 嗰个restaurant 里面，我做埋 delivery 嘅，即系做埋送餐嘅，揸住架车嘅。喺度切紧唔切紧牛肉定咩？突然间忽发奇想，我喺度做紧乜嘢咧吓？我喺澳洲搞乜咧？到底系咁啊？跟住谂下谂下，就好想去做戏啦。我仲记得嗰阵时，唔知得佢23定24岁。我谂下谂下，喂，不如翻香港搏一搏咧？搏咩啊？即系搏一铺咯，还点后生嗱？好老实，如果我唔翻嚟香港，我仲 stay 喺嗰边嘅，应该结咗婚噶。结埋婚添啊？咁而家嗰个女仔咧？嗰个女仔婚，那个女仔应该都结咗婚噶啦。哦，系啦，就。爱女就不是你咁样嘅。哦，冇所谓嘅，你知噶啦，我呢俾人吓惯噶，受害者嚟噶嘛，系咪先？如果唔系当初，哇，好彩冇结婚啫。如果唔系，边得嚟咁多女啊？系嘛？我斗你系啊死，我斗你唔系都死，咩心点啫？系咪先？即系喂，即系我觉得咁啦。咁啊喺嗰阵时啊，切下呢个牛肉，我切下嘅时候，跟住就觉得喂，不如翻屋企，喂翻屋企，系啦，都算翻屋企啦，翻香港，系啦，翻香港搏铺。咁啊，结果咧翻咗嚟之后咧，咁啱得咁巧落机嗰一日，我记得我即刻去蒲嘅，去边度蒲咧？就系以前Sugar， 即系依家 Pray。系落到去蒲点咧？吓，好开心啦吓，又愉快咁啊，黑掹掹嘅嗰阵时，跟住又好似发型同一亲咯。咁叻嘅，耶！喂，铺铺中啊，系。Yeah! OK， 系啦，就系咁简单，就识条女。点知条女咧，原来佢都系 modeling 嘅啊！跟住我就叫佢天意嚟啊！原来呢个系有呢个有碌啊！突然间有个有 sign 啊！突然间打落嚟我度，你知啊？个 Sugar 啲灯噶啦，咁打埋嚟我度，我成晚咁我知啦。你系迎住嗰啲灯啊，打落嚟度，好明显打落嚟啊 ！Spotlight 啦吓，有几只200只咁样打埋嚟。跟住我谂一谂，咦？跟住佢话喂，不如你。之前即係我佢講咗我以前係點樣嘅，即係可能拍搞個廣告啊，佢跟住不如帶你去其他嗰啲 agents 啊或者 entertainment 公司去試一試啦。咁啊好啦，我跟住去試啦，試完之後咁啊中咗係咪啊？都可以叫做一半一半啦，唔好話中嘅。咁啊開始呢條筋就挑起咗啦，就挑起咗啦呢條筋，就挑到一路挑到依家啦。咁啊，但其實咧開頭入行咧就唔係咁容易，因為我係用咗一段時間去曬所有嘅 agents， 係啦，基本上好似派卡片一樣，係咁 send 曬啲嘢出去啊 ，email 白 email 啊，所有 send 曬出去，跟住等佢哋打電話嚟俾我，喂啊 Justin 上嚟見一見面啦，卡成，因為嗰陣時我都唔知咩叫 com 卡啦，即係我哋自己嘅 portfolio 咁樣啦，咁跟住上去啦，上去跟住見咗幾間啊，咁啱得唔企有一間啊，喂對你有興趣喎，簽唔簽先？咁啊嗰陣時喂乜嘢都唔識啊，梗係喂有人想識我，梗係簽啦，係咪先？點知一簽咪賴嘢咯？哦，係啦，你知道嗎？你知道嗎？我媽媽常說慢是起頭難。哇，係你啲普通話真係多啫。哦 ，OK， 對，你媽媽咦？慢是起頭難。阿姐，都話唔好嗌阿姐喎。姐姐，姐姐，補妝。O K， 得嗱，咁啊，跟住讲到边啊？讲到系呢个万事起头难啊嘛，系啦，咁啊入咗去第一间摩云公司啦，咁啊结果系冇嘢做嘅。哦，咁我点算咧？咁啊，已经系咪就已经去到呢个 part two 嘅？嗱，其实大家就系唔系嘅，咁就唔好学住呢啲嘢先啦，因为就因为冇嘢做嘅时间咧，你知啦，我都要食饭噶，系咪先？咁我全心全意抌晒 modeling 呢度发展嘅，咁啊结果我就出去自己接嘢。好老实一句，我都要食饭嘅。自己接点样自己接但系咧，但系签咗唔系，因为系咁再 send 翻自己啲portfolio 去其他 agents 嗰啲出嚟。嗱，真系唔好学啊！你算唔算 aggressive 嗰种？我系绝对超级 aggressive 嘅，因为我觉得喂，我唔做所有嘢咧，我就冇饭食嘅。OK， 人哋唔会睇你一个人去俾饭你食。大家要学下啦，系咪先？咁啊，结果咧，跟住就自己send 晒啲嘢出嚟啦。咁啊，又系啲agents 又打翻俾我，跟住即系有啲叫名气嘅大 job 我都中啦。
咁啊开始觉得我唔可以屈就喺呢度啦，跟住我咪倾偈。屈就添啊，竟然用屈就，做完几个大 job 竟然话屈就，我几辛苦先拍到个中银广告，大佬。喂，大佬你大台出身嘅，你讲埋你咁嘢系咪先？大台出身就大晒噶啦咩？喂，唔大啊，系咪先？我呢啲流民出身咁大啦，系嘛？大晒我唔使晚晚着住红色底裤斜住佢啦。啊，你又知道我着咩色嘅？系啊，人哋误会啊，大佬，我睇做节目啫，系咪先？大家条恩典冇人知啊嘛，我叫你唔好抄我啲嘢啦。OK， 喂，即系咁样，我就觉得就我系比较 aggressive， 咁啊辗转间就跳翻出去 freelance， 跟住又签过几间 modeling 公司，结果都系拉拉啲嘢嘅。嗯，即系 final 尾都系即系 whatever。阿 Suki 社会你教咗我一句是也明也，我又呢句啊，嚟啦，呢句真係得㗎，即係是也明也，係咪先？即係有啲嘢係你就係、是、你，但係你点都要去进取啲嘅，好老实，即係你冇理由喂坐喺度喂等电话收，係咪先？我觉得我唔会咁样做。但係你觉唔觉得如果你唔经历过当时嗰啲沮丧啊或者係艰辛啊，你而家得嚟嘅嘢你就会冇咁珍惜㗎啦。咁计啦。这个就是我妈妈常说的。是啦，点解阿 Joey 成日提佢？想不到。妈妈呢就因为呢即係啊。对啊，就是我妈妈常。佢妈妈啦，我差你常。常说的。是啦，我哋俾佢掌声。我未讲完我四字词、okay, 我四字词语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Yeah, 啊、好犀利啊！喂，咁跟住之后咪系咯，即系我觉得上佢唔识点讲啊？学你话斋啦，即系之前嗰几年系真系辛苦啲嘅。咁我 part time 咪做其他嘢咯，即系我唔会坐喺屋企死等咯。但系你可唔可以容忍到自己入咗呢行之后咧？做其他 part time 同呢行完全冇关，但系要见到人嘅、哦。即系我当 okay, 我当你而家啦，唔好话你嗰阵时啦，即系可能嗰阵时，譬如做 model 嘅，唔系话好多人识咁样。咁但系譬如你而家多咗人识啦，亦都会有 press 去跟住你嘅时候咧，你会唔会觉得哦？我去做 part time 好尴尬、哦，或者即系你会唔会有呢个谂法？嗱，咁其实咧好老实，始终要食噶嘛，你明唔明啊？我知嗱，我有谂过呢个问题嘅，咁啊好在。公司啦、啊、公司就俾咗少少支持我嘅，咁啊同埋令到我就冇得擦鞋添咁，就令到我就因为我要 train 所有嘢，咁我就变咗我就唔会点样去 part time 噶啦，即系专心全心全意去练呢个 typing 同埋呢个 tricking 啊，即系学翻。啱啱我都想问我，佢学呢个泰拳学得好辛苦，我都知道啊，俾啲掌声啊，田拉。诶，冇人同我拍手掌，你睇下你几单薄啊！真系，真系唔好意思。系啦，因为所以就奉劝咁多位啦，即系点都好啦，唔好放弃自己啦，系啦，即系冇理由坐低就可以有啲钱自己入嚟噶嘛，系咪先？啫穿。系啦 ，OK。Money， 好啦，问完我啦，咁不如问埋你啊。问埋你啦，系啦。有请今日嘅嘉宾。我喂，等先。OK，sorry， 有请今日嘅特别嘉宾阿 Jo。俾掌声，掌声！喂，欢迎嚟到。sorry。嗨。我以为你要嘴啊。OK， 阿Jo，系。喂，点啊？喂，呢排点啊？好似喺边度翻嚟啊？有去边啊？宠物，你见唔见到我呢只？见到。系咪好 Q？ 系咪狗嚟啊？呢只？我其实我都唔系好知。系咪姓昂？喂，但系似唔似笑紧啊？系啊，似一似。你可唔可以发翻嚟啊？系啊 ，OK， 听闻你 Happy Birthday 咗啦，多谢 okay, Happy Birthday 先啦，多谢我身边嘅所有嘅朋友啊！我妈妈常说，女朋友是最重要的，知道吗？还有家人是最重要的，知道吗？你奖吗？佢攞奖咁啊，大佬，天年姐都唔够你嚟啦！人哋 TVB 都颁晒奖啦，我提名都冇，梗系自己颁个奖俾自己，安慰下自己，舒服啲，开心啲。多謝可以拍吗？可以拍吗？喂，个台湾有咩话？谂自己攞奖会讲啲咩噶？但系今日唔讲住，等我你讲晒啦，系嘛？等我攞奖嘅时候先至讲啦。台湾有咩搞？台湾系啊，我生日嘅时候庆生啊嘛，过咗 birthday trip 去台北。台北哇，我爱台妹啊！我爱台妹。你去哪些年定咩先？嗰啲所谓景点定系咩啊？我冇啊，冇去到咁远啦。其实我想去，但系其实都几辛苦啊，要去嗰啲地方。你去嗰边 clubbing 定系咩？梗系去 clubbing 啦。clubbing。Yeah. OK， 有啲乜嘢 ？What else do you do in Taipei besides 吃东西？系。还有就是 pool。有没有把哥？把
打歌啊！我發覺咧一樣嘢，你想去台北離開呢個香港去台北蒲嘅時候，你想去識到一啲台妹或者係一啲台歌嘅時候咧，是沒有的。點解咧？没有，因为好嗰啲咧就拎晒拍那些年啊嗰啲。他们全都在香港玩，因为佢哋全部都想去台湾把妹。P 你又 K 你玩，过嚟香港争饭食。我啲朋友，我有啲单身的女仔朋友咧，佢话：哦，台北耶，太P，我要沟仔，我要沟仔。跟住我 OK 好啦，咁沟仔啦。咁我哋喺有 book 咗张台啦，譬如我哋第一晚就去咗 roommate game，roommate game 系啦，因为佢哋话我想见下啲地道 local 啲嘅嘢咁样。仔定系女啊？两人都系啦。咁有单身嘅仔，有单身嘅女女。咁你单身过去定系咩啊？我想问。我好多个人同我一起去啊，梗系唔系单身嘅仔啦。Anyways 啦，你问咁多做乜嘢？唔系啊，我 I mean 你啲男性。问咁多做乜？我好多 boyfriend 噶。系啦 ，OK。你唔去啫嘛？哦，你近得我多啊，成日黐我啊，多 girlfriend 啦。系啊，唔系咁。有咩话 ？Anyways， 喺呢个 roommate team 嗰度咧，有惊咩？被问题。好淡定。OK， 大台出新闻呢啲咯，扮淡定。OK， 多谢。喂，你哦，系。OK， anyway， roommate team 咧，跟住系啦 ，roommate team 啦。咁我啲朋友就话：哦，我哋离开张台一阵，我哋去行个圈。系 ，walk around。跟住睇到佢谂住去考仔同埋考睇妹啦，但系带佢哋翻嚟话 ，damn， 全部都系香港人嚟噶，系全个场。即系一嚟到就话你好，你就。我香港人嚟呀、一听到呢啲咁嘅话，佢会唔会都讲英文呢？又系嗰啲 What's your name 嗰啲啊？国语嘅，啊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即系大家吹咗成15分钟，然之后话，跟住啊，哦你是从哪里来的？你台湾人吗？唔系，不是我是香港人。你香港人啊嘛，就做出声。跟住我话呢啲都算啦，跟住有一个咧撞到我 friend 啦，系，哦好似喺 Privy 见过你啊，直情讲中文系嘛？我似喺边度见过你啊！你根本就将成个男鬼婆搬咗过去台湾。系啊。O K。但系呢一句咧，我个女仔 friend 都有用喺一个男仔身上嘅。佢话：啊，对，哦，你喺香港啊？我好似喺 Privy 啊，又系呢句，我似喺 Privy 见过你啊。但系佢，几时啊？上个礼拜，但上个礼拜我唔喺香港。唔系，但系佢个通转得快喎，佢啲通转得快哦。系啊。即系讲完普通话之后，我上个礼拜 Privy 见到你，佢转得劲快。跟住啊，哎，翻到香港，即系都有一个话，哦，请你饮嘢，哦，请你喝东西。我话又系香港人嚟嘅，隔篱嗰个就系唔系香港人啦，就系嗰度 roommate 天嘅 PR 啦。跟住哦 ，friend 想请你饮嘢咁样，哦饮，饮完之后，哦，啊你系香港人啊，咁啊，你平时去开边啊？我 Privy 咯，哦系，我都系。哦，系咩？但我冇见过你喎。跟住啊，咁啊，得人约出嚟诶饮嘢啦，玩啦。哦，好啊，留个电话俾我，梗系留个留噶啦，留噶，放心啦，系啊，姐姐放心啦，佢留好乖噶，唔会留啲坚电话噶，放心啦。咁啊，喂，临尾翻到有啲乜嘢？唔系，其实 roommate 天啦，跟住第二晚去 Spark。系啦，呢间嘢喂点啊 ？Siro 去过未噶？你未去过嘛？好，边间正啲啊？喂，边间正啲近期？Spark 就比较上系啦，即系似系啲鬼佬去多啲嘅地方咯。西人去嘅，有西人噶，西人去嘅。我在天与地系食西餐嘅。广告时间，大家唔知有冇睇第一集啊？但系已经做完啦，呢套剧已经做完。如果大家冇 notice 到我喺呢个第一集里面做阿蛇嘅 friend 嘅话咧，唔该大家 rewind 翻去睇翻啦。OK， 够啦。OK， 翻翻嚟。OK， 咁 Spark 咧 ，Spark 跟住有啲咩？Spark 其实冇啊，我哋都系大家一班人，因为我有成18、19个 friend。哇，你啲全部唔使做嘅，系咪一个人庆生啊 ？Weekend 啫嘛，我特登要佢哋攞 weekend， 系因为佢哋唔使请假都去到。咁你落去嗰即系。同一晚轉兩個場地點啊？唔係本來諗住轉，但太大大人咧就唔想喐落去啦。咁就禮拜五就 stay 喺 roommate 天，禮拜六咧就去咗 Spark 咁樣。OK， 有冇分別啊？其實禮拜五同禮拜六。其實我哋自己都玩到癲，所以都冇乜分別，大家都係醉到咧，係咁喺度嗌啊。OK， 得啦，呢個明白。喂，咁但係其實我都想一句啦。咁即係臨尾 final 有冇正嘅睇未？有沒有？其实呢，我觉得呢，台妹，在 club 里面是找不到的。要电话盒。继续 ，sorry，OK，OK，OK， 特登嘅，用打住你 ，OK， 翻翻嚟，系，系，对啊，台妹是很多，不过不在 club 里面哦，因为 club 里面呢都是香港人。
哇，反而街你有没有见到，即是譬如你行街，街是很多的，而且他们讲话很温柔的哦。那些哦啊，那些嘛。对哦。啊，我望住你。甜甜哥哥。甜甜哥哥。阿Sir，你要问。系咯，诶，不要这样子嘛。咁即系点啫？想帮下台湾促销呢个 clubbing 都唔系好得，嗰啲系嘛？如果你去沟太尾嘅话，其实反而就唔好去 clubbing 系嘛？反而喺条街度沟嗰啲系嘛？系啊，我有个台湾嘅朋友，唔系我个 friend 有个台湾嘅朋友，其实佢帮我 organize 咗好多嘢嘅，咁佢亦都帮我 book 咗 spa 啦。咁跟住咧，但系佢礼拜六晚喺 spa 嘅时候咧，饮到醉咗咧，佢瞓着咗，跟住之后咧唔见咗人，但系佢嘅袋依然喺度啊，佢袋佢件褛银包，除咗电话啊，电话都喺度。唔见咗，跟住第二日攞埋称埋佢袋走啦，跟住一路担心紧啦。原来佢翻咗屋企，但系佢系讲到好平常咁同我 friend 讲，我 friend 话啊，你去哪里啦？没有啊，回家咯。啊，回家，可是你东西在我那儿哦。哦，没关系，我现在过来拿。即系好放心，即系佢系劈咗喺度。Oh well， 跟住佢话，那你没有钱包，你的包包在我那，你怎么回家？没有啊，跳上那个自行车，然后叫妈妈出来付钱呢。哇，系，咦？嗱，大家醉咗嘅时候可以学下呢一招，变之后行翻屋企咯。OK， 一系就妈妈啦，系嘛？我妈妈常说，妈妈是最好的，你知道吗？他们就像半夜三更。你打电话给他敲门，佢又会落嚟付钱，知道吗？你继续，我睇你有几多讲。我可以讲好耐啊！你啦，你啦，妈妈喺身边真系笑晒。虽然依家唔系临近母亲节，系圣诞节嚟。我知道，你知道吗？我生日要庆祝的，第一件事就是跟我妈妈庆祝。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啊？因为我生日的那一天，他生我的那一天，是他最辛苦的那一天。啊，你圣诞节生日噶咩？唔系啊，我话我生日嗰，我系咪要用呢个广东话重复呢边啊？啊，系，啱啱生完日就系，啱啱生完日啊！我觉得啦，如果大家生日啦，应该要陪妈妈度过噶。我爱妈妈，妈妈也爱我。够啦，大家都觉得够啦。唔系，咁佢系啊嘛。好嘅，生我出嚟最辛苦，我仲要调转出。喂，调转出啫。我系只脚出先啊。调转出，你知唔知个出字对我哋男人嚟讲？对唔住，系我非常之有啲点讲啊。系咁，你谂歪咗啫。成咁我个人系咁啊，大佬。咁你个人歪咯。OK， 我谂即系你过到台湾嘅此行咧，都系觉得喂，你去不枉此生。OK， 得啦，唔紧，即系你要把啲辣妹啊，把啲靓仔咧，都系把唔到啊，系啦，嘥气，把轮，把个 L， 把 L， 把轮，系啦，把轮啊，把轮，咁啊，跟住反而系，喂，咁你见到即系会唔会有啲？如果你想喺台湾度沟翻，你平时香港沟唔到嗰啲，你咪去台湾咯。就已经嚟了，有你啊，即刻弹埋你啊，大佬。诶，嗰啲反而唔惊，我讲识英语。嗰啲都用得着噶，佢哋系噶，都受噶。你讲英语哦。系啊，跟住你仲要同佢讲话，哇，咁多集完未试啊，咁集咁 close 系咪先？系啊，我觉得咁好 cute 啊。搞到我唔知点，我真系想攞支咪飞埋。唔系，即系喂，我都觉得 OK 嘅，因为我试过用一次都 OK 嘅，都 work 嘅。用咩一次啊？英文。哦，对唔住，我搞错咗。系啦，用我有。